这世间还有你想要守护之人吗？我初入师父门下，常听师兄们说，师父年轻时曾在天都占据。我好奇大听师父在天都的经历。你能不能不走？但他却总是讳莫如深。火车还在你体内，不愿提及。你已经动了情。 我不能不走。那你呢？你有没有动心？如今我才明白，师父他不是因为年老轻狂，他耗尽心力，只做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强大的师生，将20岁之前对方月的情感全部付在了贺守月身上。陛下在想什么？ 在想一个见不到的，我可以变成任何人的样子，让你见到我。可你不是他，与我相识相恋之人，这一生，老了，我爱过的人，死，被人爱过，记不住。 如果你需要我，我想办法活下来。师父让他永远守护方月，他便执念在了“永远”二字，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获得永生。我一定要让火蛇降世，唯有如此，他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，永远。 永远的守护方月。你要让火蛇离开天都？不是火蛇，是我和你，我们一起离开天都，闯出去。 语气听起来有些担心，我是在为你担心。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，而我们要做的事，还从未有人尝试过。如果你后悔了，不如现在就杀了我，别让我这么痛苦。为什么要骗我？ 如果这世界已经没有你想要守护的人了呢？公主，你要做什么？你骗我！我从未骗过。我希望你也没有骗我。你说过，会永远守护我。 记得你的名字，方月。方月，你能不能不走？我不能不走。能不能不走？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来世，我想要做一个人。做人太苦。 来世我想要做一轮圆，那我就还做何守月，一直守着你。